可以，对面真能装。我预言啊，我们这边夏侯惇的巨坑，想让人鸡眼那种坑，不知道啥样啊。他说的技术绝对没问题，那就姑且相信他一回。你嘚瑟跟你技术也没关系。我的小伙伴说想看我玩一把后羿啊，那咱们就来一把后羿吧。后羿不是有手就行吗？是吧？常规英雄，最早应该拥有的第一个应该是亚瑟，第二个就应该是后羿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我跟机巧满打呀，对面没有射手吗？别怕他啊，别怕他，闪现捏好啊，他要过来打我啊，一技能捏一下。他二级，你快点跑。他二级，他六级，他躲啥呀？他准备踢我，他要过来啊！回吃了个药还，你是真恶心呢！我打半天你给打了，防他点啊！他会玩，防他点啊！你是真恶心你，跑啥呀你？防一手啊！这个人绝对会玩，咱们跟他保持点那个距离啊！一杠二了咋？谁嘎了？凯挂了，干将挂了。小心点，那个姬小满啊，他挺阴的。又来个人，项羽过来了，保持距离啊，他能突进过来。他越他。其实我这样挺危险的，怎么上来怎么有点小逆风的感觉。我都等一下。我的妈，再次血量！你像个傻子似的你。还把我踢到！我去！哇，这项羽是跟着那个蓝来回走啊，挺恶心的。我没有闪现了，刚才。我看一下啊，我鞋子还没好。快来！你能嘴闭一会儿吧？你那嘴是猪来的啊！这一边叨的一边送人头，什么鬼呀？真是。中路定一下啊！啊，没定着，哎，定。盯着王昭君不行，人太多了。我去，俩法师，你能不叨叨不？本来这边这对付他们就紧张，上官婉儿。啊，游戏嘛，要寻找快乐。你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，你这样好意思吗？你都过来了啊！来了的吗？我刚复活。你个狗，打死你！我去！哎呦我去的，这三关玩太恶心了。杀不了哇，一直给他们打大船。哎呦！我都说你夏侯惇打野不行了，你就不听。姬小满怎么跑上面去了？我看能不能定下姬小满啊？没定了，啥玩意儿上来四杠八了？三关玩打我，跟我对线呢？对，网卡断处，这都是借口。我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，他飞我就闪现。这网卡刚才是六级了。这都是火焰常用的，谁告诉你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去！哎呦，我这上官，我去的太恶心了，天天听你说，那我那是真网卡啊。嗯，那上官这么搞的话，我有点难受啊。小 B， 你算什么？哎呦，哥，哎呦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你这除了挨打，要不然就无力嘲讽。现在这个版本夏侯惇不行，扎他干将。别说了，不行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他们有意无意一直针对我呀、啊！我不去支援去啊！趁现在没人赶快推，我撤一手吧，马上来了。你看我这么厉害吗？中路，我去，上官又来了，我去的不直接走吧，躲着视野啊，你别开龙，上官就跟你旁边呢。看到没看到，都上你那儿去了，你再给人开龙。在哎呦我的妈，他
命啊！别告我龙让人抢了还。哎呀，你可下回别打野了，你真是。你干哈？你给人打工的你呀？哎我的妈，人家自己还开龙，你还替人开龙。把龙拿了。有人我觉得旁边。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。哎呦我去的，这我怎么活呀我。吃药吃药吃药。请求集合。凯快跑，四个人。哎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夹他！我去，这么短呢？哇，对面这么厉害吗？这非常有损你，哼！哇，他们这么一直针对我，我都发育不起来。快跑，快跑！就强越呗，是这意思不？就强越呗，是不是啊？四个人夹我，我去的，上路赶快推了吧，卡呀，上路赶快推了吧，压力太大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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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行行行行，挺好打的。为什么你这个打野总是慢半拍？他就是慢半拍。我看一下我的经济5200，我去，对面蓝已经7000多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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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听好，我的妈，我下路就想推一下，我去，少则杀人，多则四个人一直来抓我，我去的，我都站不住，我怎么发育啊？猜吧，稳一手啊，不管什么样稳一手，经济别落太多就行。OK， 凯，来，我给你让一个火。干将干将干将，定了，扎他，干将。快来快来，拉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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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俩法师一块走，看着没？真恶心。开始撤退，哦耶，快跑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开始撤退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哎呀我，你能闭会儿嘴吧？这个叨叨劲儿啊！你那嘴能停一会儿吧？拦过来了，太贱了啊！这帮人，咱们这把想办法赢啊！耶，你是个制裁！凯凯，快跑！凯追哪儿去了？拆塔拆塔，拦在下边呢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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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真能装。下路帮我看一下。上官过来了啊！快来快来！我来个六啊！我来呀、啊！还搁这儿呢。你非得当人脸上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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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冒险了，我伤害有点可以了，我感觉14-19，现在往回撵呢，手感来了，我手感也快了，对面没有射手，找死嘛，打排位没有射手，干将我准备定他了啊，干将飞过去了，干将炸他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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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敢动？第一场排死吧你。定了，揍他！你再叫你再飞，打死你！你叫你推，叫你推，再装你，再踢来，腿给你打折！来来来来，再装，不挺能抓呀、啊、你啊 ！OK， 在我怎么就你的带领下了？大伙一块努力的，怎么就变成你带领下了？谁刚才1-3？这人真是，我这是凭实力打回来的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评分9.2，看不懂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是7-5、5-4、5-4、2-3、0-3，对面4-4、3-4、3-4，这不厉害呀、啊，这俩户啊。6-3、3-4啊，可以可以，这把躺了，行啊，管是躺了是啥，赢了就得了呗。前期太欺负人了，他们上官也过来，那个蓝也前那边过来，项羽、姬小满不知道咋回事，半道跑了，跟我对线来的，真是恶心。